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深重第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，其名曰尊者乔成儒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摩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得尊普贤第二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才菩萨、观无著菩萨、神通化菩萨、光印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性慧菩萨、愿慧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音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解脱菩萨二位上首。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全方便，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，舍斗帅，降王宫，弃位出家，苦行学道，作事示现，顺世间故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得为妙法，成最正觉，天人归娘，亲转法轮，常以法音觉诸世间，破烦恼尘，坏诸欲牵，习着苟物，显明清白，调众生，宣妙理，出功德，是佛田，一住法药，救了三苦，生灌顶界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做阿舍利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行供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譬善幻思现中异象，于彼相中实无可得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心，大众生相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列魔剑王，截诸缠缚，元朝声闻，辟之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力方便行事三乘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得无生无灭，住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悟如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深禅定，亵渎无量诸佛，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恨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心常时不缺，
心大悲，名有情，言思辨，受法言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整寂福祸，戒度病安，悉护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甚明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，一时来集，又有比丘尼500人，清净寺7000人，清净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凡众悉空大会，大教缘起第三。尔时世尊微光合一，如融金具，又如明镜，银长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变。尊者阿难，即知是为。今日世尊色身诸根，月欲清净，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习得展览，生息有限，即从坐起，偏袒有见，长跪合掌，200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吉殿，住其特法，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，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，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为身显耀，光瑞殊妙难耳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，如今思问，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，云飞软动之类，功德1000000倍，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灵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敬爱三界，所以处心于世，光阐道教，于真群蒙，会以真舍之力，难知难见。如又叹话，稀有出现，如今所问，度所扰矣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，生及诸根，无有增减。所以这合如来定慧，久长不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，又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施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。有大国主，名释饶王，闻佛说法，欢喜开解，寻法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。
高才勇哲，于是超逸，信皆铭记，习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会理，正上其心，坚固不动。修行精进，无能御之。往以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皆以切陀赞佛，发广大愿，颂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也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何住见你要，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实众生随类解，愿我得佛清净身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成道，超过无边沃渠门，俗道菩提究竟岸，无明贪嗔皆永无，惑尽过往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未必群生大道士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即戒人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，假令供养恒沙身，不如坚勇求真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俗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心决定坚固力，唯佛甚至能证之，纵使身之住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至心精进第五，法藏比丘设此记忆，二百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依法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，俗称无上正等正觉，欲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解闻十方，诸天人民及云软类，来生我国习作菩萨，我列誓愿，度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，尚可穷底，人有智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如自思维，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如所修行，如自当知，清净佛果，如应自摄。法藏白言：思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
应真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，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是为修习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，智其高明，智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功德严尽，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于此。说是法时，经1000亿岁。尔时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笃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四维究竟，便依其心，玄则所欲，皆得大愿。精勤求索，功胜保持，修习功德，满足五劫，于彼20亿居之佛土，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设佛国超过于彼，即是受益。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，即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也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，清净之心。佛言：善哉，今正是时，如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利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，发大誓愿第6。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魔鬼、禽兽、云飞、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，来生无差，受我法化，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多恶趣，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境界，习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去真修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，见能动视，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之通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根极尽，若不决定成
真正觉，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，心行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。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众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若有宿卧闻我名字，即自回顾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跟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过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，若起想念贪记深者，不取真觉。
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于汝终身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至一生不处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无趣。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，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各种万物，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，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去证据。我作佛事，各种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也能了之。于见诸佛净过庄严，谢于宝树间界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所具佛刹广播严净，光阴如镜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下从地基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诸神总持，诸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设定义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离尘正觉第七。佛告阿难：二十法藏比丘，说此愿已，一记诵曰：我见超世智，彼之无上道，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等觉。佛为大施主，
仆饥诸穷苦，吝彼诸群生，长夜无忧恼，畜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列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喜圆满，业以大悲心，利益诸群品，利欲生真力，尽会修梵痕，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瘾，明记众恶难，悉摄三途苦，灭诸烦恼岸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明心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法四字口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悉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誓愿若刻骨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，当遇真妙法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，说此颂已，应是菩提六种真动，天遇妙化，一三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，即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，于是自在王如来前，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诸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业相专制，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，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病，欲无量劫，即知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身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即进行，远离虚妄，以真谛门之中得本，不计众苦，稍欲知足，专求百法，惠利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于诸有情常怀此人，和言爱语，劝喻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司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庄严众贤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，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，都无所住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，诸于无上真正之道，由成如是诸善根果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，或为长者居士，豪信尊贵；或为刹利国王，专能圣地；或为六欲天竺，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
如是功德，殊不能尽。身口常处无量妙想，又如旃檀，又波罗华，其相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生处，色相端也。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。手中常处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要有情。由是因缘，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第九。佛告阿难：法藏比丘修菩萨行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所法誓愿圆满成就，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师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，去阎浮提百千俱至，那由他佛刹，由世界名曰极乐。法藏成佛号阿弥陀，成佛以来于今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，借愿作佛的事。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过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愿言：令摩登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后当作佛，彼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指也。施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带着欢喜，过界严禁第十也。佛与阿难：彼极乐界无量功德，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，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，佛无大小江海，丘陵坑坎，荆棘沙砾，铁苇须弥，土石登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，宽广平正，不可限期，微妙奇丽，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与阿难：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
如生果报，不可思议；众生业报，亦不可思议；众生善根，不可思议；诸佛圣力，诸佛世界，亦不可思议；其国众生，功德善力，诸行业地，皆佛神力，故能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，不可思议。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。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一佛如是，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有旬，或百千万亿有旬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诸佛光明所照圆净，本其前世求道，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至作佛事，过自得之，自在所作，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苟灭善生，身亦柔软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，日益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苦。受众无量第十三。佛与阿难：无量寿佛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我弟子中，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，假使十方众生，悉成圆觉，夜夜圆觉，寿万亿岁。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借其知离，习共推算，彼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，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细微百分，脆如微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数多。阿难，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，如毛尘水；所未知者，如大海水。彼佛受量，借诸菩萨、声闻、天人受量一耳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书遍各地十四。
彼如来故，度诸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为一宝城，不杂于宝，或有二宝、三宝，乃至七宝，转供或成，根、茎、枝、干，此宝所成。花叶果实，他宝化作，或有宝树，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。其余诸树，复有七宝，互为根、干、枝、叶、花、果，种种构成。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知，静静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审视，清风释法，出五音声，微妙共赏，自然相合，是诸宝树，周遍其国，菩提道场的首，右起道场，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，光辉遍照，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，以为璎珞，云居宝所，施诸宝珠，金珠灵铎，周匝调节，真妙宝网，罗浮其上，百千万色，互相应时，无量光焰，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，吹诸枝叶，言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，遍诸佛国，清长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读菩提树，闻声受想，常起果位，促起光影，念述功德，戒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住不退转，至成佛道，复有见彼树故，或三种人：一应祥人，二柔顺人，三者无生法人。佛告阿难：如是佛刹，花果树木，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，威神列国，本愿列国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唐舍楼观第十六。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，楼观兰村，一界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，以为角落明妙无比，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，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记者，有在地惊险者，思道即作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惊心思道即作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、
莫不欢喜，全持功德第十七。又其讲堂左右，全持交流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。或十有限，二十有限，乃至百千有限，湛然相接，具八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，花果横放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教父于此，出种种相，事无能语，随风散拂，云水流分。又复持施七宝，地布金沙，幽波罗华，波檀摩花，居木头花，分陀利华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，若比众生，过于此水，于之足者，于之膝者，于之腰腋，于之颈者，或于冠身，或于冷者，温者，急流者，缓流者，其水夜夜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薄纱阴彻，无声不照，蔚蓝徐回，转向灌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或闻佛法深深，般若蜜深，止息极尽深，无生无灭深，摄列无畏身，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，大慈大悲喜舍身，甘露灌顶受畏身，得闻如是种种身意，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，于法相应。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，何况是苦？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《超世西游》第十八，彼极乐国，所有众生，容色微妙，超世西游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速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苦切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，临可类乎？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在为毗卢，又比其人，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相第一，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，假令帝释，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，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期待。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，犹如桃花自在天王，至于威德戒位，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及备。阿难应之：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
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，第十九。佛此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，宫殿、佛室、香华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你。若于世时，切宝不弃，自然在前；不为饮食，自然盈满。虽有此时，实无摄者，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，而无变慧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惧，是以化去，实之复现。复有众宝妙意，观待璎珞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，所居舍宅，称其形色，宝王米芾，玄珠宝林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室，光色黄耀，静极严厉，楼观兰村，唐虞房郭，广厦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德风化雨第二十，七佛国土，每于世时，自然德风徐起，吹诸罗网，接踵宝树，出微妙应。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留步万种温雅德相，既有闻者，尘劳垢习，自然不起。风促其身，暗合调适，又如比丘得灭尽定。佛垂切宝灵树，飘华尘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广洁，如多罗蜜。坐立于其上，莫生思之，随诸举矣，还复如初。过摄时后，其化自没，大地清净，更与兴化，随其实界，还复周边，于前无一，如是六万。宝莲佛光第二十一。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，其花光明，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俨然。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气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量，或半有限，或一二三四，乃至百千有限。夜夜花中，除三十六百千亿光；夜夜光中，除三十六百千亿佛。身色紫净，相好殊特，夜夜诸佛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
觉真即果。第二十二，佛此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、火光、日月、星耀、昼夜之象，也无岁月结束之名。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，既无标示名号，也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、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居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居及不定居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。第二十三，佛此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，过处广长舌相，放无量光，说诚实也，称赞无量寿佛，不可思议功德，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何以故？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所有善根自行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三辈往生。第二十四，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其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，其上辈者释迦契语，二座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灵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今须臾间，皆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，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其利他相，梵寺沙门，寻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一次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，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诚心，愿生其国。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业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。
若有众生诸大乘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生念愿生其苦，闻甚深法即生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，往生正印。第二首：佛赐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于之，令得安乐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，俗德文法永不退转。佛赐阿难，若有众生余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，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，世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若多思不能离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清净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贴奸细，不得终悔，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至诚忠信，当信佛经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，思维书记于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，时日时夜，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行菩萨道，助往生者，皆得阿惟越之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，欲于何方佛国作佛，从心所愿，随其精进早晚，求道不休，会当得之，不设其所愿也。阿难，以此毅力故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，无有等等无边世界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。礼供天法第二十六。佛赐阿难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过以香花床幡宝盖，往以佛所恭敬供养，听受经法，宣布道化，称赞佛土功德庄严。二是世尊即设颂曰：东方诸佛刹，速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萨众，
往礼无量寿，南西北四位，上下一佛然，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，常发合牙音，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，犹入神法门，闻佛甚得名，安闻得大利，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，观彼殊胜刹，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应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，应时无量尊，微笑现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，三匝从顶入，菩萨见此光，即证不退位，实会一切众，护亲生欢喜，佛语凡雷震，罢音常妙声，设法来证寺，无锡之彼愿，至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，觉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彼尘如是刹，智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，究竟菩萨道，具足功德本，修甚菩提恨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空果，专求净佛土，彼尘如是刹，闻法要受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，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转，菩萨心之愿，愿即过无异，普念度一切，过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真彼岸，奉祀万亿佛，飞花遍诸刹，恭敬欢喜去，还到安阳窟，歌叹佛德。第27，佛语阿难，彼国菩萨，成佛为神，于一时前，佛往十方无边净刹，供养诸佛，花香床幡，供养之具，应念即至，皆现手中，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一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，皆于空中，或为一花，花界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至小者，满时有熏，如是转倍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，一次化末，若不更以心化重散，前所散化终不佛路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今须臾间还其本果，度悉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，言常妙法，莫不欢喜心结得道。届时香风吹起宝树，出无音声，无量妙化随风四散，自然供养，如是不绝，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，万种伎俱供养彼佛，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前后往来
悉以快乐。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，即曾供养如来，善根相许，无却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，大似神光。第二十八，佛告阿难：彼佛国中，诸菩萨众，悉皆动识，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，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右臂佛刹，诸声闻众，声光一现，菩萨光明照百有形，有二菩萨，最尊第一，威声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白佛：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。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于至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则到，现居此界做大利乐。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愿力宏深。第二十九，佛此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、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不出，唯除大愿，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狮子吼，换大加州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遂生无主卧室，视现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卧趣，生生之处，常时宿命，无量寿佛，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届时往生其苦，悉令得一环道。做菩萨者，令悉作佛，即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及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，生彼佛国，得一环道。当作佛者不可胜数，彼佛国中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，所以者何？犹如大海为水中王，注水流行，多入海中，视大海水名为增减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长久广大，名号快乐，最为独身。本其为菩萨时，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至。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，无穷无极，甚大无量，不可胜也。菩萨修持。第三十，佛此阿难。彼佛刹中，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，深入正慧，无福于喜，依佛所行，弃绝圣道，修行无言，照真大所，肉眼见者，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，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，觉了法性，辩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，无边方便。
所言沉地，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复无徒，无住分别，原理颠倒，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，遍有佛刹，无爱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违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利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信是语，要在争论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，二欲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尘，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，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，增长了知，从本以来，安住神通，得一尘道，不有他物，真实功德第三十一。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，欲入须弥，自身微光，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，又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悉诸尘垢，炽盛如火，烧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，法音雷震，觉为觉故，欲甘露法，论众生故，况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镜莲花历然无故，如泥居树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戒若流利，内外明极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即发苦，见发常，要慧日破痴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协助爱诸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，畜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祀祝福，卫士明敦，最胜佛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何以欢喜，雄猛无畏，身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与等者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圆二乘经。阿难，我今六十，彼极乐界所生菩萨，真实功德悉皆如是，若广说之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第三十二，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，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，不可陈述。又其国土微妙安乐，清净如此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，处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喜药酒席，才蒙智慧，心不终回，亦无邪事，外若迟缓，内读世纪，融融虚空，
实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，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勤邪，随经约令，不敢错颠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事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虑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静心求索，含爱慈悯，敌意度和，暴露表里，过度亵渎，自然保守，真真见本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，欲旦成其宝，恒难成万物，光精明居处，善好殊无比，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以过勤精进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恒劫于无趣，卧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，一往而无人，其过不逆为，自然所千岁，捐之若虚空，勤心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，何为着世事，扰扰有无常，劝喻此境。第33，世人共增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亲身引悟，以自戒己，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极虑，未心走矢，无田有田，无宅有宅，眷属财无，又无同游，有业少业，似于其等，设小具有，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分票借托，消散磨灭，心间异故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谁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又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长和，莫相违利，或是心增，有所悔怒，后世转举，至诚大愿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机相迫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毁见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于何待乎？世人善恶，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，尽各所知，身于神安，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缘虑，过于快意，迷于尘秽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哀哉可伤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，死生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性，为无有事，更相展示，且自见之，何复苦此，
或子库父，兄弟夫妇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迭相顾念，忧爱皆复，无忧皆失，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记，专精行道，年寿玄静，无可奈何，祸道者重，悟道者少，过怀杀毒，卧气弥明，唯望心事，唯逆天地，自以罪己，顿夺其寿，下入卧道，无有出气，若草当属死寂，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，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，戒当别离，无可乐者，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悟得随心所欲，窥复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。第34，弥勒白言：佛语教戒，甚深甚善，戒蒙慈恩，解脱忧苦。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事，尽德之福，佛闻无量寿身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：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戒断惑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犹不三戒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，若草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业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极苦痛，卧愁不尽，无可乐者，一字决断，悉出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极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见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佛苦恼之患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喜，以故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一回，自为过咎，身比边地，七宝沉重，于500岁受诸恶也。弥勒白言：受佛名讳，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作是卧苦35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事，断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所以这后设方世界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为此无恶世间，最为巨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邪无，去无痛，利无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无善，获其福德，何等为吾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向克罪，残害杀伤，迭相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奇、孤独、聋盲、喑哑、痴卧、顽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
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，智勇才达，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。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，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，盖行异道，故有离你禽兽，云非软动之属。譬如事发牢狱，具苦即行，浑身命尽，随罪去向，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仰我为敬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间，自然有事，虽不即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摄因骄纵，任心自恣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过意，忌讳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相欺狂，诚慧愚痴，愚自后起，愚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生苦，如是至尽，无业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赠谤，不思目的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字攻击，消散复取，神明克制，终入卧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即生，寿命即活。不良之人，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又何交际聚会，兴兵相伐，攻击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厌，患而苦之。如是之物，著于人鬼，神明即止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念是恶口妄言绮语，憎讥善人，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，于人未尽，不自惭惧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复得盈户，今世为物，复得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扰归，又其名起，记在神明，央究前因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户，身心摧碎，身形枯竭，当思之时，恢复活计。其五者，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至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
伪利反利，譬如冤家不如无子，负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子游散，但求是美，如护地兔，不舍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见效，六亲眷属，自用有无，不能有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曾私有之意，意念深刻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忍不顺，希望长生，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语语，无业其人，心中闭塞，亦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悔居交之，不欲修善，临时耐悔，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天地之间，无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生死当知，无谁待着。善人行善，从恶入恶，从明入明；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谁能知者，独佛之耳。教育开示，信心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居尽，故有自然散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世累劫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如是无恶，无痛，无烧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之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弥环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也。重重会勉第36。佛告弥勒：吾与汝等，如是无恶无痛无烧，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离我去。或其今世先辈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或欲受终，入三恶道，愁痛苦毒，自相搅然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危起，成大困惧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过于自快，无复取之，痴欲所迫，后继增利，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为事无己，随意磨灭，天道失章，自然就聚，穷穷中中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。汝等得佛经语，殊死为止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立三途，优步苦痛之道。若草作山，云何地隐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尽极与善相应，物随事欲，不犯诸恶，颜色当和，
身形当转，动作瞻视，安定虚伪，做事仓促，败回在后，为之不第，亡其功夫。如贫得宝，第三十七。如等光之得本，悟犯道尽，忍辱精进，慈心转移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甚哉无量寿国，为善百岁。所以这后，彼佛国土，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恶。于此修善，十日十夜，甚于他方诸佛国中，为善千岁。所以这后，他方佛国，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。为此世间，善少恶多，盈苦施土，未尝灵犀，无碍汝等，苦心毁誉，受于经法，悉持四支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眷属朋友，转向教育，自向乐见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范，则自回顾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悉心一心，自然感将所愿者得。佛所行处，过意秋居，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国无用。从德行人，勿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过得其所。我爱汝等，甚与父母念子，我与此世作福，以善攻恶，拔生死之苦，定乎吾德，身无为之安，无般涅槃，今道见灭，人民谄微，佛为众恶，无烧无痛，酒后转聚，汝等转向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弥勒菩萨或掌白眼，世人卧苦如是如是，佛界慈爱，悉度脱之，受佛重回，不敢为师。礼佛现光第三十八。佛告阿难，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其希向，当日末处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白眼：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祀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无碍无断。阿难白言：彼佛尽刹，得未曾有，我也愿要生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众孙者，宜曾清净无量诸佛，执众得本，如与生彼，应当
一心皈依瞻仰，作事遇事，阿弥陀佛，介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，如出一旬。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，极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血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，譬如日出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，犹如界水弥漫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，汪洋浩瀚，唯见大水彼佛光明，一佛如是，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现照耀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，皆一行类，为是众宝庄严，圣贤共住。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，踊跃作礼，以头着地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，都是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修之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，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，散作供养，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若有他苦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如尽天眼观一旬地，彼见此土一佛如是，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，此事数见第三十九。二是佛告阿难，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，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，欲诸香华遍佛刹佛，阿难对曰：巍然一见，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，阿难对曰：巍然一闻，佛言：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，宫殿随身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，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，佛有众鸟住虚空界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，此事备也，如佛所说一一皆解。佛告弥勒：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，弥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，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
有化身者，遍地已成第四识。佛告此时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，于此住智，疑惑不信，忧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佛有众生积极善根，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无等智，为得广大不思议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，意志犹豫，无所专据，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续得往生。世诸人等以此因缘，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，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，佛不识耳。身行所作，心自去向，亦有保持莲花，自然受身，饮食快乐如桃李天，于其尘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随意高达，于五百岁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声众，其人智慧不明，至今佛少，心不开解，亦不欢乐，是故于彼未知太深。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甚至断除疑惑，信即善根，作诸功德，至行回向，借于七宝花中，自然化身，家福而足，续欲之情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，弥勒当知，彼化身者智慧甚故，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习功德，无因奉施无量寿佛。当知此人宿世之事，无有智慧，疑惑所知，或今见佛。第四十一，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床踏座，妙施其珍，饮食衣服，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吸其两足，住校王子零落此佛。此时拜言：佛祖，世尊，彼忧智时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，求助近臣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佛告弥勒：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秽，希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，其性辛苦，虽生彼国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无诸秽物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祀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了。若此众生失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过失敬意，然后乃出，即得往矣，无量寿所。
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，如阿耶陀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摄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此时备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此时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。此时备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求人天苦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属余相救免，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视之从便，正义邪信，云何处理生死大难？佛有众生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若有无相智慧，执中得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菩萨往生第四十二。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，皆诸佛刹，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中得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。不但我刹，诸菩萨等往生彼国，他方佛土也复如是。从圆照佛刹，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。东北方宝藏佛刹，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。从无量音佛刹、光明佛刹、龙天佛刹、胜利佛刹、狮子佛刹、立尘佛刹、得手佛刹、人王佛刹、花床佛刹，不退菩萨当往生者，或数十百亿，或数百千亿，乃至万亿。其第12佛名无上化，彼有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居大精进，发趣一尘，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四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13佛名曰无畏，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穷劫不尽，非是小乘。第43。佛告此时，
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了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设修行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劣，亦不功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，生稀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，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，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其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去禅位之心，摄入大火不应疑悔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受菩提记第44。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执着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犹比如来加为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众诸善本，应常修习，思无一智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，成就牢狱。阿弥陀，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于虚与情为他演说，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刹，即佛功德于无上道，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。独留此经第45。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皆可求知，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。当来之时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，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如来行事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欲善知识闻法能行，此业为难。若闻此经，信要受持，
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毛为起或累出者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卧道中来，素养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呼疑，不信相耳。勤修坚持，第46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，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亦可喻，能说法人亦难开始，坚固深信，实亦难造。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付诸汝等作大守护，为诸有情长夜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误区，备受为苦。宴请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思恩，当令世法久住不灭，当坚持之无得毁失，无得为妄，增减经法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也应随行，众修佛善，求生净土。佛会时文第47。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佛会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以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，卧教懈怠即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岸，不能开导与他路，唯曾于佛之众善，救世之心方能修。闻已，受持即书写，读诵赞言并供养。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未得显能超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唯佛与佛乃能知。声闻一皆似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幸会闻法难中难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。如是妙法信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有。文经获益第48。尔时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，愿力成垢得法眼净，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，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，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25亿众生得不退忍，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时初发，
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佛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。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。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。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心受奉行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业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